这个是果皮粉，果皮粉的话就是压完汁之后的果皮，把它做成精华粉，可以试试看啊。它但是有水吗？我帮你们拿水的话，这两个功效不一样，这个是比较像陈皮一样。然后呢，先把水准备好。对，为什么？它很香，它就是皮的香味，陈皮的调性这样。哪一个是皮？这个。我们现在是要顾健康，增加代谢的部分，然后就是，我怕你们会给到，所以你们就慢慢吃。哦，通常我会这样。野蓝莓口味也出来，然后草莓嘛，还有鳖蛋口味的。鳖蛋，它就是拿鳖蛋的粉末。吃起来我刚开始也是樱花香，就是有点海鲜味道。后面是那个拿蛋口味。我吃过他们的口味里面最好吃的是其中一款，最有印象的就是是那个用皮克大酱油做的，酱油口味。对，我另外一个朋友上。果皮很粗糙哎、欸，不要看这个，这个是稍微虫咬的造成的，虫会咬这样子、啊。对，它虫危害，因为虫叫什么？应该是说虫危害。花蜜蒙，虫危害之后，所以它会身体会防御机制，所以它是它的叠加。嗯，可是这个是比较好的啊，就是有虫危害。那个茶叶不是很重，就是 Anna Day， 你知道吗？虫咬过的那个没有不一样。然后呢，你之后帮我看。底部稍微微微的有凹陷，如果是荆棘的话会比较平滑，然后第三个，第一个它毛孔比较粗嘛，荆棘会比较光滑一点，然后你帮我用手指头扣一下，然后闻一下，有一个苦酸味，它的风味真的比较强，对，但是就会苦啦，皮来说比荆棘还要苦，荆棘有甜，那你们在取的时候，你的皮要怎么样？没有。